哇，这未来战士炫彩有点小，打瑞文保持差不多这个距离就行，他补刀就 Q 他，补刀就 Q 他，补刀就 Q 他，他打我骸骨上没关系，看我都不掉血。哎，我比你攻击距离远，白摸他一下。其实上单。 其实上单你对线你被别人白摸一下，其实挺恼火的。我刚刚学个 W， 他是不是炸的？你是不是炸的？五刀他只有七，我七刀他五刀，不过我这里补不了。 抓不到的这个线，哎，这线怎么抓呀？这线也抓不到他。建议是别来，别抓了，你这怎么抓也是抓不到的，浪费时间，很难抓的。 你要把我经验蹭烂了，我操！哎，我掉好多经验呢。这乙丁什么送的半卡？抓不了硬抓，这种线是抓不了的，你不可能抓得死他，拿什么抓？ 消耗他一点点，这都敢补，很明显我就要 Q 闪杀你了，这都感觉不到。他那个没必要来的，虽然说他帮我耗了一些瑞文的血，但是那些消耗可有可无，你懂吗？ 被封送办卡，人情世故。哎，你们有的时候说话客气一点，就不会被封。你总不能你自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然后你还不让别人封你，对不对？你说话是这样子的呀，你可以随便说，你爱说什么说什么，那你说完要承担后果呀。猫加金克斯，那是有点难过。粉红小乳猪。 要死完了！瑞文没闪，但是他有点燃，双多兰剑，他就500块钱，控一下线，我忙碌。 他打了好激进，他想换我血，但是我刚好到六了，因为我吃了一组石头人才上线，这个石头人很关键，卡了个六级，我不吃这个石头人单杀不了他，所以说是等于是螳螂帮了我，还行，这波我必杀他，因为我四波回推线，我杀他的话，他至少掉两个渡船，然后还能再秒清一波线，先清线。 好像吃不到了。
杜城吃到了，艾克来了，艾克来了，烦死了！这些臭男人，烦死了！哎呀，这些臭男人好烦，难受的一逼，我操！ 我要赐给他们死亡，有炮车还好，有炮车掉的不是很多。烧灵，有烧灵。只要飞出来一个框框把它框住，我感觉他就不是很想玩。 能换多钻，这不是拿头换多钻？嗯？有没有想上来打我？艾克要往上走，这里小心，他爹不全在。 就是为了蹭这个，你别来，谢谢。好恶心的打野，知道为什么我不喜欢打野来上了吧？啊，知道为啥？ 我不喜欢打野来上的吧，因为这些人，你耗了残血他就过来收人头，啥事不干，然后你上的时候他又卖你，嗯，那同样我也不会帮他，我也要吃他野怪，嗯，为大局起见，我还是不吃他石头人，免得他等一下。 阴阳怪气的来吃我的兵线，为什么让他赢？那我总不能输。看艾克在不在？ 我也不会帮他，放心。他自己打能打掉就打，打不掉算了。
还行，我跟瑞文的伤害已经不是一个等级了，我手比较长，我有优势。他不走他就死了。你有优势的时候你换血跟瑞文换，你可以胆子大一点，尤其我们神话装备。先推了吧，十二分钟。长 R 是啥意思？就是艾克他不学大招。没有，主要是那一瞬间他如果直接走过来他放个 Q 那个人头都杀了，你知道吗？走吧，回头啊，不对，回家。我操，这把游戏，这把游戏破剑者吧，破剑者吧，除了这个出别的没有用。虽然这个螳螂让我很不爽，但这把还是得靠他，因为我们中下没有用。瑞兹被男枪很克制的，瑞兹是特别被男枪克制的，这吃爽的。哦，这是我们的星空，十一级，金克斯加猫的移速起飞，只能说起飞。还好我等级算比较高的，好极限，他没闪，差点我就死。啊，吃这波线好容易死哦，我操！但又不能不贪，不贪我起来经济太慢了，尽量贪吧。还好艾克不在，他去刷蓝，快走！睡了捏，兄弟们，晚安，卷宝。哎，跟你说晚安，没回城。极限可学，完了，我要开始失去笑容了。他们养着爹来上了，这把又是可学加冰刀，干嘛？要摸摸头？你怎么跟个小孩一样，老是要摸头？冰刀第几件做？看情况，如果你很肥，对面没什么威胁。然后，又比较灵活，你就直接第二件冰刀就行，因为你需要那个减速来提高你 Q 的命中率，更溜人。像这把是需要做破剑者，因为他的艾克比较肥，我如果做15或者冰刀，我是没有魔抗的，他打我会特别痛，控住一套就死，我也不可能去打团，因为队友是劣势，那就只能做这个人，只能做破剑者。我真没勾到。他们下路打得比较激烈，我操，好极限。我操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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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险！哎，好险！好险！吃个小青蛙，冷静一下。这把要翻盘，要打好久，好久，好久，好久。火箭没有，肯定没有。他打完团了，不可能有火箭。走吧，他可血了，
一定要刀尖舔血。当然不是说非得逼着去刀尖舔血，只是说这种局你不尝试扩大不了优势，上路很尴尬的。它不像野区那种，那种你到处gank反野就能够获取额外经济，上路它就一条兵线，你妄想通过打路人局就补刀把对面给压死不现实，所以你得那个，懂吗？这把不要跟队友汇合，打团不现实，打团会削弱我们的优势。他刚回城，这眼应该是回城那一瞬间放的。这种我就不太建议你们去。剑魔他其实可以单带的英雄，他有吸血，能一打几。你只要发育好，是能够完成一打几。这波有点危险，都没露头，艾克在下，但是金克斯在中，我已经暴露了。金克斯还在中，不过这波是压过去的一波线。给他们全屏蔽了，不要被队友干扰，不要被队友干扰。有机会吗？操啊！他妈扫 A 一下，把600块有了，还行是瑞文的人头。哎，这600块钱拿得到的话，600块钱能点两次烧烤，600块钱椰子7块钱一个，600除以7是多少？是多少？大脑飞速运算，600除以7，五十九个椰子啊！我操，600块钱他妈了个逼的！600块拿到我他妈不就？冰刀就有了吗？真是的，哎他妈卡自己平 A 了，那一下 A 没 A 出来， A 一 A 他妈等复活时间，我操，这波冰刀出来就不一样了，你们知道吧？600块呀，我打很久的，好快的计算，什么人类光辉，人类智囊团，哎呀，自己大招太快取消，那没办法呀，看弹幕是这样的，我不看弹幕的话不可能失误的。所以说你看直播多难，哎，又要跟你们互动，又要有节目效果，哎，又要看弹幕，又要操作，好累的，没啥办法。看弹幕是这样，而且我要 A 爆的话，好像也不太行。那个 R 斩杀还行吧，把金克斯秒了是好事。120。我怕我上去他妈满头大汗。可惜，二段扫刀就死了，直接。我应该引起他们注意了，已经。他们应该注意到我。因为我在上路刚刚杀了他们两个人，杀了他们下路两个主力，还拿了个终结。看到吧，被他们注意到了，已经全都在往上跑。谁养的？干嘛那么肥啊？两下我就死了，我真的不在，我真的不在。对面是小戴的，对面小戴，我他妈两下就死了，你们谁养的？谁呀？我呀！打个闪，不行。
完了，哎呦，完了，破茧者触发不了，要丢大的，好像也不用，大龙丢不了。杀他杀他 ！Nice， 还在刷野，他没闪。Nice。哎呀，你个笨蛋，你先 W 嘛，你不跟笨蛋让你先 W， 先让他显影，你走过去 A Q 起手再 A 他，他走了你就跳过去，然后再一个 Q， 那不就死了吗？真是的，这点都不懂，我老螳螂了，螳螂都不懂玩，真是操！这紫薯精就是蓝精灵。买个这个，我无敌了，兄弟们！单方面宣布。其实我去带下路更好，要不我去带下路。螳螂连招是不是？他确实 W 起手就死了，就多杀一个不一样。知道怎么做吗？知道怎么做吗？知道就好。快点去，我不需要他们真打起来。等我带一下，这应该四个人都能懂，这要不懂那我就不知道怎么说了。哎呦，好杀！快去快去！艾克也不来，这凭一只猫跟金克斯还想妄图拦住我，你们怕是不知道什么叫塞瑞尔吧？跑起来吧，跑起来，跑！握杆，握杆，真是的，跑起来！快点点了。有这种上单还想输游戏？快溜！哎呦，艾克，你在哪里呀、啊？哎呀，哎，艾克，哎呀，来减速。Nice 呀 ，Nice 呀，一刀就死了，我干你个叛徒 ！Nice， 这不就翻了吗？这不就记了？哎呦，还行，怎么没死？还可以，打得不错。哎，五十块没到，可以舒服，兄弟们，你就这么打握杆，握杆调皮的很，现在都不让爆了，哎，还行还行，有小袋真不差。